还要有美食啊，好不好？我们除了爆米花是免费的之外，在我们的西台前方有棉花糖，也是现场所有朋友可以免费索取的。所以想要吃棉花糖的小朋友，赶快到我们的西台前方来索取啦！耶、yeah.。由我们现在台上留下两